第32题，取等末数的两种酸 HA、HB 分别加水配成等体积的甲乙二溶液， HA、HB 解离后的示意图如右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到它是酸，酸会使我们的食水试纸呈红色，所以选项猪说使食水试纸呈蓝色是错的。我们看到图示当中，我们的 HA 这边的氢离子比较少，HB 的氢离子比较多，所以氢离子的浓度呢应该是所谓的甲小于乙，所以选项 B 呢也是错的。氢离子浓度越大 pH 值就越小，氢离子浓度越少 pH 值越大，所以甲的氢离子浓度比较小 pH 值要比较大，所以 pH 值应该是甲大于乙，选项 C 呢也是错的。我们看到图示当中 HA 呢是部分解离，所以叫做弱酸， HB 呢是完全解离，所以叫做强酸，所以选项 A 说 HA 属于弱酸， HB 属于强酸呢是对的。第32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HA 属于弱酸， HB 属于强酸。